各位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围棋 TV。 今天呢也很荣幸请到了两位重量级的嘉宾啊，一位是DeepMan 的围棋大使，也是欧洲围棋冠军樊辉老师，大家好。另外一位呢是这个我们著名的世界冠军唐伟星九段，大家好。在前不久的这个乌镇峰会，这很热闹啊，也是成为一个全世界瞩目的一个焦点啊。在这个峰会之后呢，你们 AlphaGo 团队，推出了这个50盘的，自对战的一个棋谱。对，这个应该说我相信不光是职业棋手，包括很多的爱好者看到了之后都应该是非常的震撼。这50盘自我对战确确实实，非常有意思，而且对局非常精彩，可能对很多棋手都震撼非常强烈。但是有些爱好者对我反映说，就说这50盘棋很精彩很热闹，但是看不懂，有时候过于复杂了。所以也是这次也是很荣幸，很希望能借 TV 这个平台，就是跟广大的一些爱好者一起用 AlphaGo 一些内部的这些一些想法一些变化，更好的让广大的一些爱好者去理解 AlphaGo 这几盘自战对局的一些想法啊。这个真的是我觉得是广大棋友的福音啊，而且对我们职业棋手来说当然也是很好的一次学习的机会，希望如此啊。那唐老师，你也是参加了这个乌镇峰会，也是跟 AlphaGo 有所交流，然后包括之后应该也看了一些这个他的自对战的棋局啊，想听听你的感受。他的那个感受这些其实已经谈的比较多了，但是首先他的棋确实是特别强，然后跟他下的时候总感觉就是感觉怎么下一会儿就不太好了，然后但是他的那个自战对局看了一下确实有点看不懂，这个确实就看得懂的地方是很少的一部分，然后总感觉他感觉好像这下也行那下也行，他为什么那么下，这好像就确实就不太明白他为什么那么下啊，也还是存在很多疑惑。我是唐老师说有一点看得懂，更多的看不懂，我基本上就是完全看不懂。就希望咱们今天这个棋摆出来，至少咱们三个都懂了，希望广大的爱好者也能懂。对对，这是我们能够带给大家一份礼物吧，也算是。对对对，好的，那咱们开始，那我就来摆这个棋了。好 好吧，啊，但是黑白双方都不说了，AlphaGo 对 AlphaGo。这个，还要跟大家提醒一句，这个为了保持这个我们这个讲解的怎么说？对于嘉宾的这个神秘性吧，对对对，这个之前的这个棋谱呢是唐老师是没有看过啊，当然我跟樊老师呢是有所交流的。对你说的更确切一些来说，我们之前放出去的50盘棋谱自我对战是面对广大的爱好者的，当然也是这样子，但是这5盘棋，也就是说在 TV 这录制的5盘棋里边是不在那50盘里边范围之内的，也就是说唐老师来之前是没有看过这盘棋的。对，几分钟都不给看。就是为了保持这个真实性，就是说有一些比较有趣啊或新鲜的招法，可能唐老师那种第一感的一个反应可能比较有意思。当然了，在之前我跟那个刘老师我们俩已经交流过了，我们已经摆过这个棋了。布局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常见的一个套路，这在50盘里边好像也有一个基本相似的开局。对，我是看到过有一盘，尤其是前面包括到之后的十几手都差不多，都是差不多的。这个尖顶和飞这个下法呢，我这个想请教一下两位老师啊。第一呢，就是我们都发现了在AlphaGo 的他的自对战当中呢出现了很多这个飞单飞的这个下法，对于白棋的小飞挂，唐老师是不是也看到很多？对啊，单飞的下法很多。这个但是这盘棋呢他是下了一个先尖顶然后再飞，我想问问这是不是一个场合的下法呢，还是他就是心血来潮，就是高兴了就想这么下。就是作为 AlphaGo 来说呢，就是这个局部小飞挂包括
这边也是，嗯，他这种小飞特别常见，嗯，他非常喜欢这种小飞，就是单飞一个，当然了，也不完全是永远都小飞，他在一些特定场合有时候也会下出一些不一样的下法，比如这地方他会加一个，嗯，这地方他会选择尖顶一个，然后呢再飞。那么具体这个原因的话，我这个就得问问唐老师了，他这个地方为什么会选择尖顶一个飞？这个问题好像是个好问题，这个问题好像就有点深奥、啊、他为什么这么选择？其实这个尖顶是谁开始下出来的？我好像那个就人类下好像也很多这种尖顶在这边，对啊，这种尖顶当时是如果是在这种情况之下更为常见一点。嗯，更为常见一点。然后当时是说一般下酒是下比较多的，好像最开始是这个啊。这上次在乌镇的时候，嗯，那个佩德赛不就是连笑跟古力不就是这样、个、一然后一模一样的骑行，然后他那盘其实阿尔法哥是跳这个、嗯、我记得，对对对对对，但是就是说好像就是人类一般像我们的下法、啊、对，我们下这个下的比较多，但是谁最先尖顶的就有点记不清了、嗯、然后这样压过来，然后这期黑的再挂个奖啊，是这样的。那就是说黑棋尖顶了飞，就是迫使白棋拆，然后黑棋能够下到这个飞压、嗯、是他的目的，大概是这个意思、嗯、哦，那就说这个在这种情况下可能觉得这个尖顶是便宜了、嗯、是吗？在这个配置情况下、嗯、应该是说你不尖顶的话应该不会拆这个、啊、哦，那我们这盘棋可能也是类似的想法。我相信啊，就如果单飞的话白棋很有可能是会脱先啊，比如尖顶、哦，这样的话你再尖顶这个的话白棋应该就不会长了，有可能就这边对之类的拆一点、嗯、拆一点。那这个飞的位置就觉得稍微怪一点了、嗯、先尖顶就是把白棋顶中，可以这么理解是吧？嗯，对，应该是可以这么理解，然后再飞过来、嗯、那这盘棋白棋的下法也是比较大众化，嗯，他选择这个高拆三。那白棋有没有可能就是即便你把我走中了我依然想要脱先呢？就是比如说抢这个尖顶、嗯、这个我确实查了一些 AlphaGo 的一些内部的想法，就是自己的想法、嗯、他认为如果白棋尖顶的话、嗯、黑棋呢会选择加这个，哦，加在这个位置，对，然后呢之后的下法比如说白两步白棋飞一个，然后呢黑棋飞一个、嗯、那再深的话就会摆太多了，他 就,、嗯、就大概是这么一个方向。嗯，唐老师觉得、嗯、怎么样？这样下的话他是这个加二尖低加似乎有点出乎意料，有点怪异，感觉这样下来之后，第一感觉他白的也不错，我就觉得我就逼一个、嗯哦、他也认为这个也是一步比较正常的下法，也他不认为这个就不好，他认为都差不多、嗯、只但那个时候他选择了拆三，就是这样也是一个双方都可以接受的一个对什么一个结果、一个结果啊。那好，就是说他的很多的棋并不像我们想象的当中是具有唯一性的，对吧？没有没有，就是他不是说是在这个场合下他认为只此一手、嗯、倒也不是这样的，就说哎也是这个场合下他认为可能这步棋不错，嗯，这步棋也可以、嗯、甚至比如说拆的稍微远一点这个位置是不是也可以，嗯，甚至这个位置是不是也可以，他都在他的思考范围之内。嗯，大家请注意啊，这反而刚才摆的这几个点我相信可能都是阿老师推荐过的这几个点，这都是阿法国想过的点、嗯、啊，不是说没有想过、嗯、那最后呢在这局里边他选择了这个点啊、嗯、明白。我想跟正常的跟咱们正常棋手也是一样的，嗯，在下棋的时候呢可能有很多点我需要去选择，我也不确定哪个点更好，但是在这个特定的时候、嗯、我的这个不管是我的心情啊还是面对棋手的风格，我选择了一个特定的下法，这个应该跟人也接近，所以说呢，这地方实战呢，阿尔法狗还是选择了这个高拆三，嗯，高拆三，然后呢，黑棋依然选择飞压，啊、哦，当没有这两个子的时候，这个局面我们见的比较多，对吧？包括之前说的佩对赛啊，对对，跳了跳了一个，这个跳当时也是挺惊讶的，对，在这个局面下还有跳的下吧，我也是第一次见，嗯、但那个盘棋的话，跳完之后感觉。白棋不太好，我当时觉得哦，他实战的那个棋下完也是新位也都是就是从阿尔法狗来说是差不多，双方都是一个比较军事的局面，军事、啊、对，但当时不是摆了吗？说认为黑棋应该先飞这个，嗯，然后的实战是直接鼓励直接冲断，嗯、直接冲直接冲拐，对对，冲拐都是可下的，都是可下的，那个跳也是可能说给我们带来一些新的思路，对对对。啊
那我们回到这个这盘棋。那么黑棋飞，这个地方白棋应该是不能容忍爬了吧？嗯，这个爬的话，所以是让它中断了。这白棋也是，跟我们很多思路有相近的地方，就是利用在这个大的局部，利用自己子力的优势，去跟黑棋作战。对，黑棋唱，黑棋唱过来，棋跳一个，这感觉进入一个很复杂的变化，很复杂，很复杂。嗯，黑棋贴住，先爬。嗯，白棋后荡，后脚。补脚。啊，他是先跳一下，然后再把脚补住。这个局部有其他的变化吗？如果我不跳呢？我当不挡也是有可能的。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我也想问，如果直接挡。那跳一个什么用呢？就是说，直接挡黑的应该是会搬粘吧，还是搬粘？我觉得，嗯，搬粘完局部白，这个形状是下哪的？这个形状，实战跳完之后，是下的哪？它是飞的，是飞的啊、嗯。那这个跳，我们能不能理解为也是把黑棋走中了？如果现在在飞，没有这两下，他是不是这个跳是不是便宜一点的？能跳到的话。这样黑棋有没有，比如说啊，我这个按照我水平比较差的这种感觉，会不会转身？唐老师，那刘老板可是唯一对柯洁全胜的选手，水平还比较差。我接不下去了。就我只能揣测很多、嗯、很多棋，但确实这个跳完之后，再下成这样的话，黑棋好像这三个子就必须要马上处理了。嗯，所以从思路上看，很有可能是这个意思。是这个意思是吧？嗯，如果刚才那边这个棋被靠住，如果这边走两步，他有可能考虑夹住，然后把这俩弃了。哦，我觉得他也有可能是担心这个图。嗯，这样跳出就是说你这边就夹不住，你必须得从这边搬出。嗯，在五十盘对战里边，好像这样的变化不止一盘，好像还有一盘棋也是类似这样的变化，也是先跳的是吧？对对。那盘棋我记得啊、白棋是下的这个坐活，是这样坐活的。这盘棋是下的飞，对，这个很有意思。首先前面应该就下到这有二十多手棋了，都是一模一样的啊。然后他这个时候在怎么坐活的，做出一个改变。对，就像我之前说的，嗯，就说当时在这个局，就是也就是说在这个局面下，阿尔法狗认为这个坐活和这个飞，嗯，这两个其实对他来说都差不多。嗯、也就是说在思考的过程中有一瞬间更倾向于这个，而另一盘棋更倾向于这个、嗯、就做出了选择，而这两个棋本身的胜率是差不多的、哦、都是可以选择的，都是可以选择的、嗯、也就是说围棋在很多时候可能不是只有一个正解，我觉得很多时候正确下法有不少呢。嗯嗯，明白。这时候黑棋下了一步，靠。啊，我们一般这样的招法理解为就是腾挪的一个手段，观赏性很强。对对对，这段如果就普通的搬一个怎么样？那他肯定是觉得中计了呀。搬一个，是不是白棋简单的长黑棋就会有点难办呢？嗯，应该是会可能普通长一个。哦，你指的难办就是说。这边有个断点，对，然后这边可能会把它夹住了。对，你眼见的好像黑棋这个，搬完之后，好像两边有点无法兼顾。哦，就这种感觉是在帮助白棋走后了啊，黑棋就不好解决问题。就是好像这个局面之下呢，对于这边的黑棋来说，白棋好像先手比较多，就尤其是这一带，应该算是有先手。明显下手只能夹住。对，那黑棋在处理这三个子的时候，可能就要。费一些脑筋，就简单的走法有可能会，陷入苦战。对，不能把他这边随便走后。嗯，可能就是原因，他选择了靠。嗯，后面下法其实也挺有意思的。靠完之后呢，白棋选择上扳。嗯，黑棋退，白棋立。嗯，黑棋
下了，就是刚才搬白棋长的位置，他下上去了。开这是一个要点，啊，棋形所在吧？对对对，这个家像是一个要点。这现在到现在为止还是比较正常的下法，我觉得、嗯、是可以在理解范围之内。理解范围之内。加完之后呢，这个白棋好像发变化就不多了，是吧？嗯、压出来。嗯。但是在压的时候，黑棋的下法比较有特点，在压的时候呢，黑棋靠这个。脚上先动手，嗯，白棋拐一个，嗯，这是必然的，黑棋粘上，嗯，这个也得粘上，都是必然的，粘上，粘上，嗯，黑棋挤住，啊，直接收白棋的棋，只能粘，嗯，黑棋拐，这个时候呢，白棋又拐了一下，嗯，黑棋挡住。然后白棋搬，脚上做了一个一连串的交换，一连串的交换。那么我们首先先看一看现在这个脚上是一个什么状况。脚上现在黑棋走的话是个缓一气劫，缓一气劫对白棋有利的缓一气劫。是怎么做成这环节？应该就是搬是吧？嗯，还是一个搬，和第二打这个也可以，打这也可以。嗯。哦，也就是如果是最简单，就是白棋打这个，嗯，黑棋提，白棋粘，然后这一打就是缓气劫了。缓气劫，啊，嗯，对对对。但是我看前面白棋，做了一个这个拐的交换，如果白棋不交换这一下的话，嗯，这个脚上应该是可以净吃黑棋的吧？嗯，不算净吃。现在你如果黑的猴一个的话，是个双活啊，双活花黑棋是个双活啊。那就是说从白棋的角度来讲，就是自己是安全的。对，这样安全啊。他没有做这个搬的选择，而是宁愿自己脚上多出一个啊，多出一个缓气节也要拐这一下。嗯，这个我们来给大家解读一下，为什么拐这一下？拐一下他应该是和这边有所考虑，他觉得你这边就缓一气劫还是以后的事儿，现在的话你占两块棋可能他就觉得你就不太好兼顾了，他可能是有这种想法。但他跟气是有关系吧。嗯，他应该是有点这种想法。如果跟这边没什么关系的话，那么局部我觉得他应该就是搬好，他留一个劫，他肯定是觉得现在劫先不慌，现在先攻击你这块强攻黑棋啊。嗯，好，这就跟后来的变化就不谋而合了。对，确实是这边跟气啊，嗯，各方面战斗是有直接关系。是，如果现在搬的话，黑的我相信应该是会长出来吧。嗯，应该是会长出来。应该这边这个挡已经成为绝线了嘛，嗯？这个挡。挡完力都是绝线。哦。那这块棋现在好像黑棋相对来说是比较好处理的。这块棋黑的现在没什么问题，没什么问题。嗯。那两边都没有问题的话，是不是也可以说黑棋的这个局部作战？比较成功，还是比较成功的。两边都没有问题，感觉这中间这几个白的好像就有点问题了，就跑出一块棋啊，有什么用？对对对，嗯。哦，这么说，我好像能够理解了。黑棋脚上先动手，这个在长之前，能回到之前。对。也就是说，这个时候，如果你的意思是黑棋不先长那个，是吧？嗯。对，不先拖，啊，而是直接长。白棋他是不是担心白棋会长这个？他应该是担心这个吧，缠这个局部是个什么东西啊？如果你冲这个，我就粘住，这边还有一冲，嗯，那肯定黑的就有点难办。冲白的一粘，我们可以看到，刚才如果这个都交换，这两个都先手的话，这一冲冲出来了。那现在这个走不到吧？现在就算你拖能拖到的话，但是这个接是不是应该接不到？你都走到也没关系啊。实际上后面白的拐不就是为了长这个吗？白的拐这个就是为了长完可以接住啊，应该是这个意思。那我们现在来看的话，就是如果单长的话，现在白的一长黑的局部应该是不太好处理。嗯，这好像黑的只有冲，然后白的再拐个这个，是不是黑的局部是很不好办吗？很危险，因为白棋这个这边压可以压两下，可以压两下。嗯，这黑的压死，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变化。嗯，就是如果从 AlphaGo 的数据来看的话，如果是这样下单拐。然后应该会长这个，对，嗯，那白的应该是要压吗？白棋压，嗯，再等冲，再压，嗯，再压这个，哎，不对，应该是压这个还是压这个？嗯，我记
记得房老师好像跟我说的是冲，哦，好像是有一个这个变化，好像是一个这个变化。嗯，他是空冲这个是吗？他不是什么？他把那边全部弄住。反正房老师之前跟我讲解说是，黑棋担心白棋这样。对，不这样，有个这个变化在里边。嗯，虽然这个变，就算这个变化，可能也是双方不见得就是不能下。但是他可能觉得那个可能更好，黑棋先拖一个可能更好一些。嗯，这个好像看起来黑的，难度大一些，是不是？很不舒服，主要是这两下会变得非常损，我们会看到啊，等于这个地方，这个交换，这两下交换啊，很损。那实战的话，黑棋还是先走的下边，嗯，对，所以实战在这时候呢，白棋还是交换了。这个地方真是犬牙交错，嗯，双方下得非常紧，非常紧。然后这时候黑棋长出来，嗯，实战这地方呢，白棋也是粘上的。嗯，唐老师刚才说的是提了一个白棋长的变化。长，我刚刚想到是不是有一个问题，就是黑棋可以下这个冲啊，你要立这个，对，如果白棋接黑棋好像有能立的先生，哦，对，好像确实有个立，嗯，立你但是不对你这个立我挡住你这没有打死啊，哦，那这是勺子，那黑棋难道是要先立吗？对，你有可能先立，有可能先立一个，对，先立白棋是嗯，不能为了紧黑的气去打这个，打紧气气，这个风险太大了，所以白的只能搬，这样黑是不是再冲就冲翻了，啊？对，好像还有这个，确实。黑棋虽然把这个脚上的缓一劫卖了，但是这冲出来这个形状，白棋有点碎，嗯嗯。之前没有看见这个力，嗯，确实这个有个力，确实，所以说，那白棋这个长可能就有点问题。嗯，刘婉哲老师这个力好棋。但是我也第一次也没摆对，第一次先冲就被唐老师直接全部斩杀。嗯，先立再冲，这么妙的手段。嗯，那也就是解释了为什么实战 AlphaGo 没有选择直接冲出来，而是选择单粘的变化了。嗯，也就是说，嗯，粘还是搬？搬的是吧？就想说搬的。次序反正最后结果有点像。打吃。结果差不多，差不多，结果差不多，可能但是单搬的好一些，好像还可能有点差距。如果你单接，我可能立完之后掉这个，对，有可能，有可能，对，还是搬一个吧，还是搬一个吧，对，打吃，接上，黑棋，打吃，白棋长，哦，这时候黑棋选择了跳一个，这个跳确实有点出乎意料哈。我们可能最正常的，感觉就是粘住了，是吧？这第一感要是我下，肯定就粘上了。对，都放你跑出来了，你还又跑回去了，非要回到下面。那如果这么下的话，看思路就感觉这个加很大，白棋就给你加回去吧。白棋加，这样脚上可就什么棋都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嗯，白棋下面的目数就很大，但是黑的其实黑的也是可以，将来可以加下去，可以将来可以加下去，对。但是好像现在被夹住，如果黑的外面没有什么好的下法，就感觉眼位和实地都丢的有点多。嗯，这个突然间这个目数显得挺多的，尤其这个角。对，这个角变得特别胖。嗯，对，而外面这个黑棋棋形确确实实不太好看，有种被打成一坨的感觉。但这个跳，实际上这个跳就需要有很深的那个计算力，很深的计算，需要很大的勇气。其实如果粘这个的话，感觉也不是不能下，我就走外面，你这底下就算都是你的空，但是你这外面形状也不见得很好。我觉得这棋粘似乎也是可以，也是一种下法。但这个跳确实就拼的比较狠，嗯，比较狠这种跳。这个反正我相信，如果是人类棋手下这步跳的时候，没有个半个小时以上的计算，可能很难有这个勇气。这个因为之后的变化会非常复杂，那跳完黑棋一定是要寄希望于这个脚上的缓一气劫。对，那关于这个打劫，然后劫材转换的判断，这些都是非常需要计算去判断的。而且先被断掉，如果白的穿吃了粘住的话，那白的首先外面就已经便宜了很多，最后再打一个缓一气劫的话，黑的局部也是有一点劫材，这个东西
就是计算劫财最后便不便宜，这些东西都是很复杂的。嗯，实战就是大吃了一个，然后把其接上。嗯嗯，这是实战。对，感觉白的外面其实也不是很薄，黑的找劫感觉都有点损。这个我摆到这儿，突然灵机一动啊，这个你跳的时候，我这个打能不能？如果想玩个花的，有没有这个这样的手段？搬是搬的目的何在呢？你如果粘它就便宜了呀。对哦，我粘就便宜了。我粘你下什么？粘我再打就吃了嘛。哦对，然后你哪怕再粘回去，哪怕再粘回来啊，也便宜了。对，哦，打劫也放也比刚才好，可能劫财也好，黑棋的眼位呢也受损。哦，如果你要是粘在上边的话，那我一挖吃就跟我家的效果一样，有可能还好一点。 对，有可能还好一点。如果我下回再走，我先一口气紧住你的气了。对对对。哦，那这个班该怎么对付呢？这个班的话看上去是很考验神经的一手。这个班确实看起来有一点晕，有点晕，但是我觉得这个班可能他会走这种棋吧，压一个，比如说他应该是不会接了。唐老师确实厉害，确确实实厉害。其实樊老师对于这个白棋这个班还是有所准备的。我跟你准备过这个，问这个白棋班黑棋该怎么下了。这个阿尔法狗要下的话也是要贴出来的，其实是给唐老师下了一个套啊。对啊，但唐老师很出乱不惊就把这个正解摆出来了，想到而且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啊，这接下来就给我挖坑了。确实是这个，他这个贴好像就是让白棋这一下交换变成损的，那本身黑棋是不能贴的，被贴打死了，好像对，打完就收气死掉了。那现在呢，有个这个样式去交换。我们再看下面的收气，对，这个气就收不住了，好像。白棋如果要冲，收气只能长，就被一扑啊、哦，一扑，一扑，嗯，这个地方是一扑一挡，一挡，一打是接不上了。就白棋现在不能接这个，不能接这个收，接完之后自己，黑的不用打这白棋，黑的干嘛？哦，对对对，那就白棋气收不住了，你接不住就行了，收不住白棋就完了，因为你下面走什么黑的。随便上面走一个，白头就崩溃了。这边好像是这样，如果这皮是被一尖就死了吧？犀利哦，尖很简明，尖一个简明。啊、不对，其实我是对，我对我四口气，对我就四口气。如果我是三口气的话，我一尖你可以把你尖死。四口气的话，我就这样打死。打死。三口气是尖死的，那就是白棋怎么都不行，怎么不行？这皮好像墙外面这边底下也是做活的，这不所以说。这个地方的小手段挺有意思的。嗯，所以说这个白棋这个班看似是一个麻黑棋神经的一个巧手，但其实是有巨大的风险。对，就说这个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其实黑棋先下了个套，可能。对对对，黑棋可以跳。哎，等会儿我怎么又有个问题了、啊？嗯，如果说这个时候如果说扑呢？哦，扑。扑首先黑棋应该只有踢，我看看我是不是就扑是不是走错了啊？你好像打这个就行，我不能粘住。这样，黑黑的打这个就是这个，对，嗯，嗯，我不能粘住就不行。嗯，你粘住的话，黑棋还是这一打锦旗，锦旗接受不了。嗯，那如果这样的话，确实是不行。所以说，嗯，下的还是比较犀利，确实。他应该是他的棋还是二棋还是很缜密的，就是不会漏轻易漏出什么。让我们能够一眼看得见的破绽，它的破绽还是比较少。对对对，实战呢，就是刚才唐老师摆的大吃，嗯，哦，粘上。嗯，现在就黑棋寄希望于这个打劫了。嗯，但是在打劫之前，还是先要贴出来。嗯，这黑棋下面虽然是活棋，但是黑棋是不能考虑去这样做活的啊，因为这外面白棋形状已经非常的这个。厚实了，已经很完整了。如果黑棋只是简单的做活，那肯定是接受不了，活得太惨了，就挤不起。贴的话是要连扳吧？没有，贴时候白棋冲。这个棋，首先黑棋不贴直接开劫会怎么样？我们假设一下啊，那直接开劫，扳一个。
按他后面开这个手法，对，方向先立一个，嗯，粘上，然后吃这个，嗯，直接开劫，就刚刚说的还气劫，还气劫。那这时候白棋劫财在哪里呢？白棋应该不用找劫，白的要自己补一个，是不是？对对，哪怕吃，对吃还是压，这个有点搞不清。如果我就吃呢？觉得就算白棋吃有黑的也很难办，也很没有方向了。这黑这黑棋开完打不了啊，没有劫财，没有劫财，你还是死棋。本来一手棋补活，现在你一手棋其实你要开的话，你还是得一手棋补活，就是说，嗯，开完之后，那这白棋版面真是通厚。哎，本来一手棋啊，对，本来就单侯这个就行。你现在，那你开完劫，你不还得欠着吗？这个劫好像黑棋一旦要打，好像就不太好输啊，因为他要输了的话，等于是这连摆两个还输棋，就给打输了。这两个子，不是这个是啊，不就是里边有一步棋，然后只有走了一步棋嘛，他等于是就等于你白损了，就是这里边和外面交换了一下，对，多花了手棋，多花手棋啊。如果打败这个劫，你没有多花。没有多花，等于是你走了一圈，然后被白的就一手棋没花补上了啊，就等于这个劫就你什么都没有获得，什么都没有获得，你就等于是这个时候你没有去提这个，你去挡这个被人提了。哦，主要是这个挡没有用，这个挡没有用，就是我觉得就这步棋没有任何价值。嗯，对，打完黑棋还是要做花一手棋做活。对，就是我总感觉好像是在这个时候打劫，就是黑棋这个和这个交换了一下，嗯，这劫依然输了，那这两个交换实在是亏太多了。所以说黑棋现在就是大家明白不能贸然开劫，必须要先在外面制造出劫财。他走这个，如果白的搬这个，好像黑的如果打一下就可以直接开劫了，白的搬这个好像不太行。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啊，打一下，那还有同样的手法，搬这个立一个，这白的一手棋补不了劫，这棋就是哦，这外面一手棋补不进，黑棋通过了这两手交换，让白棋现在一手棋补在哪对都不可能不给黑棋留下劫财，然后下一手就是一招就把白棋打爆了这劫。嗯，所以说白棋不能搬这个，要他就去冲了一个。嗯，这个仔细看，其实这个棋还是看懂一点，确实还是他水平高。对，所以白棋是冲。嗯，冲。冲的时候是先挡还是先搬？有几？先挡。挡的对。然后白棋压这个。啊，压出来。嗯，然后白棋黑棋是先搬了一个吧？对，搬，然后立，这两步交换，然后黑棋打吃了，天上打，也像是在造劫的样子。对，先把白棋打中是吧？如果黑棋直接打劫会怎么样？那个打吃又不是劫财了吗？直接打吃我提劫啊，你先提劫对吧？嗯，这个时候我是不是可以考虑断这个，先找个劫？对，那我先吃这个提劫。那再打这个的话，对，只能打吃这个。这个时候我有没有把这个粘住？有可能，嗯。这个粘住就是说你。现在如果提掉两个子的话，白棋好像去消劫，不是消在这儿，是一手棋消在这儿，对，直接把黑点死了，是这样对吧？嗯，那黑棋如果不提的话，你现在提劫的话，白棋同样是可以点，黑棋没有劫财，是是是。那黑棋如果说是要做活的话，是不是这个？这感觉黑的不太行。对，白棋等于先把黑棋逼回去了。这个劫，黑棋即便打赢，好像劫已经轻了的感觉，相对比刚才轻多了。对，所以说黑的是要先打一下。嗯。啊，所以黑棋先打了一个，先打了一下，把劫打中。哎，先打的是活了吗？就现在什么、什么是这样棋？现在是这样棋形，搬了一下，打了一下，然后再猴啊。对，我就说如果猴了的话，嗯、再打呢，白的就可以直接断了。啊，没有，当然没有，先是先打，先打了再猴，先打一下再猴，他还是就像次序进，次序进啊。然后打是这个，嗯，踢，然后黑棋踢进，这样子，嗯，嗯，白棋找劫财断了一个。那这样的话，现在是不是要开劫啊？开劫，我想现在是不是我们可以看一下开劫的话，白棋肯定是提劫。
那如果那我就得打了，打这个，嗯，白棋可能就吃这个，啊，白棋可以吃在这儿。但我这如果多提一个，我觉得是不是不错呀，啊？让我想想，我们可以看，当然，叉手棋。对，现在白棋，哦，叉手棋，叉手棋白棋飞出来，不，现在是闻白棋响。我刚才是叉手棋，所以不能打。叉手棋，好像是反过来，所以这棋得硬啊。哎，像什么样？是断的时候呢，黑棋就硬了。是这样的，是这样，对，这样，对，所以对，所以得硬，对，是这样。断的时候呢，黑棋吃，嗯对，白棋提，嗯，这时候黑棋继续找棋材，包吃，好吃。那这个白棋就不能让黑棋抓了。这边差多了，白棋跑，白棋第一。那现在白棋好像没有很好的劫材了，所以实战白棋选择了这个包吃，嗯，也是有价值的一手。因为也是因为白棋现在一手棋没有办法把上面的劫材补进，嗯，是这样对吧？嗯，这个眼见的你这边要补只能长，但长了黑的这个扳应该是劫材吧？嗯，对。可以看完解搬这个，嗯，所以说白棋是实战选择这个有价值的一手，就是要弃劫呗，对，弃劫，黑棋吃，白棋提，黑棋吃这个，啊，这是必然的，这个白棋肯定是要跑的，嗯，然后黑棋提，白棋选择靠，嗯，白棋局部已经没有劫材了，这个我觉得唐老师。当初在这个地方还没有开始打劫之前就预言过有可能形成这一个转换，好像是不是黑棋现在也只有小姐了，对，黑小姐，嗯，视觉效果很强，很震撼，嗯，突然间一片黑，黑棋提掉了白棋十二个子，然后白棋实战选择的是立，这个地方有多少目棋啊，大概局部，嗯，这个地方这边一边算三目是不是算的有点少，一边算三目如果这提一下就已经有四目了嘛，啊，那就是这那算四目，如果算四目这边算三目有七目，嗯，两边七目，那这里面的目数呢提掉的这十二个子很好算是24目，这个也是提掉2526对2728 29，表面上是29目，但是其实白棋之前是提过一个，提过一个，对，所以说这是28，二十八加七，三十五，三十五，啊，三十五，好吧，看着很大一片，三十五棋也不小，三十五确实也还好，对，没有想象中那么可怕的这个角，对对，那唐老师来判断一个，我觉得这才是对于最难的地方，对，对于棋手来说最难的地方，可能算的话，这些变化。嗯，我们多花一些时间，有可能也能算到。对，判断主要是看这外面的这个后势有多大。反正这棋的第一感，我是觉得这35目，我感觉黑的不是很满意。我觉得白的还不错，因为我觉得这几下损了，这外面都比较多，都是比较厚的厚的棋。你这然后这些地方穿下来，这手棋本身也是很大的一手。就白的在外面还是很完整的，你就是当是一个35目，再加一个这个角。但白棋这边配合，我是觉得这个棋看起来，第一感还是愿意选择白棋，我是觉得。但是这个棋就是，怎么说呢？这我觉得黑的肯定要把这个角弃了。现在，黑的肯定要把角弃，然后这边拆一拆边，然后白的是不是还得应该是再得是不是再得补一手啊？哦，这个角还没有死是吧？就这么说的话，那角还没有死，角不能角局部能活吗？局部的话，至少我弄个打劫，我就搬了虎肯定没有问题啊，打劫肯定没问题，就是搬一个，搬一个白的是不是不太能挡呀？不见你对你如果要走的话，我外面不管，我这期进火应该没什么问题。不是挡是不是有问题？黑棋可以冲呢？啊，冲了虎这个。冲了虎，就是冲了虎的话，我打，没打完，打吃。我们打再打这个，再打这个。那这样的话，又占多少？好复杂。是不是我觉得黑棋就可以把角弃了呢？本来的话，白黑的不是弃角吗？但是这样白棋是不是吃起来吃的不太舒服呀？嗯，这样的话白的吃的不太舒服吗？那如果这样的话，我有可能不走这个，我可能跳外头。关键是，这你如果断这个，我就把让你活嘛。啊，我走外头就。是感觉外头比脚要大一些，
有道理。那搬的时候我们如果直接贴回来可以选择吗？就是不跟他纠缠，走后一点。嗯，贴回来好像可以，也可以是吧？这样黑的虽然感觉长出去很爽，但长这白棋还可以从这边点收官。嗯，其实贴回应该是比刚才那个图应该是要好一些，要好一些啊。对，那就是，黑棋角虽然能活，但是这外面更大，我觉得。觉得外面更大。对，这边好像比较宽敞，这边。嗯，这角局部如果黑棋不走，死进了吗？就被一扳就死进了。会不会有连扳的时候？陈老师也很能抠呀，抠点关子。那你就让我吃这个，你就这样抠一点是吧？可能有点关子了是吧？有点关子。这个地方肯定黑棋不会再走了吧？还是要再，但是这个扳我觉得他就没有必要吧。哦，如果不走的话，就还不是什么，还不如走。对对 对, 对, 对，这个方案，我先问你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个刚才唐老师已经判断了，这个说是觉得比较接近，但是有点想下白棋。就第一感想下白棋，但是这棋就是对外势的判断要看一下。嗯，第一感想下白棋，但是如果说觉得经过判断觉得这外面好像如果黑的外面走一走，就白的如果觉得外势不是很大的话，发展潜力不是特别大的话，嗯，那么有可能会选择黑棋。但是第一感上的话，应该是白的不错，就第一感。嗯嗯，那我想问问这个樊老师，应该能知道这个阿老师觉得怎么样？嗯。阿尔法狗在这个局面下认为双方差不多，差不多。他既然能下这个变化，双方能达成一致，嗯，就是双方都认为是可以接受的。哦，就是说他认为还是一盘军事的棋，到现在没有什么大的变化。没有什么大的变化，就是也可以理解为这个局面还很漫长。双方可下，双方可下。哦，打了一个他的定式，打了一个超大定式。嗯，紧接着实战黑棋挂角。然后下一步棋的白棋下法比较有意思，嗯，拐了一个，哦，感觉像是很有味道的一手棋。对，之前就是说主要是对中间的厚薄的判断有点搞不清，这黑的中间如果能黑的下的话，黑的比如说就算这种加一个，感觉上在外面走两步，感觉黑的这子还挺有用的，就是说，嗯，就好像就变成中间不是白棋的势力了，有可能成为黑棋的势力。对，走两步感觉确实有可能变成黑棋的一个势力，所以说这中间的之前就说形势感觉白的好，但是也不见得啊，嗯，就是中间的这个形势厚薄判断的问题。这白棋中间没有那么厚，就比如说这个地方可以白棋来个子，那就完全不一样，那就不一样。对，所以说这个拐有那种后中先的感觉啊，很厚。是，虽然是后手，但是它对未来的这个帮助比较大。嗯，那我就是想问一下，他这边不硬是不是因为觉得这边的价值小？对，提问唐老师，我觉得那边价值不大，不大是吧？不硬也不好硬啊，嗯。那就是比如说我这个应该挺臭的，假如下个比较臭一点的，那不知道。二老师之后是因为白棋拐了嘛，那白棋的担心是什么呢？对，如果是白棋跳的话，嗯，二老师会选择冲，哦，白棋断，然后黑棋大飞一个弃角。对，弃角，就像之前那个汤老师说的，嗯，弃角了，这样白棋角大。对，这样白棋把角吃掉。嗯，然后黑棋也是汤老师说的加一个，汤老师棋感相当好。可以的，可以的。之后还有几个变化，比如说这个白棋冲，白棋扳，白棋吃，白棋吃，白棋提，哎，紧接着黑棋天上飞一个，哦，这个飞真是，嗯，这飞两边联络起来，对，嗯，这样的话，整个这个黑棋的形式感觉比较壮观，也比较漂亮。这几步棋下完，是不是顿时觉得，黑棋好像看上去很舒服，至少。对，那个棋白的一跳，感觉这棋黑的就好，真的。就这一跳是吧？嗯，对，那边好像不是很好跟着硬。啊，这边是不能硬的。其实我觉得黑的如果不挂角单走这个，是不是也是可以考虑的？也是可以考虑。嗯，有没有杨老师有没有直接想过这个？直接来那个走。肯定是走不到的，我觉得挂着当然是最非常好的，但是我觉得这地方花了其实似乎也很大呀。对，其实在这个时候就是中间挂的时候，黑棋认为
其实几个下法，比如说这个卦，比如说这个天上的这个家，嗯，包括这边这个冲拆边，他认为价值其实都差不多，嗯，也没有说是哪个就一定好，都是可以选择。对，这三个选，这个三个点都非常大。那么当然，如果能挂到的话，他其实把三个都走到了，啊，所以说他实际上是选择了这个卦而已。嗯，这个卦也不是唯一的，对，应该也不是唯一的一手。嗯，那所以实战白棋不会给黑棋下三个的机会，才把它拐过来。嗯，拐白之后，这马上这条边就变得非常主动。等于是三个黑棋拿了一个，白棋拿了一个，只剩下那边了。嗯，这实战的黑棋是冲。哎，我突然有个想法，这个地方如果白棋下这个是怎么回事？如果我直接抢这个，先抢这边啊。但是你这步棋步子迈的会不会有点大？先抢这边的话。也许他给你撞上，比如说，这边他毕竟是有点先手味道的呀。这个看上去白棋像是一步好棋啊，这靠像是好棋。你是不是又在挖坑呢？这坑挖之后，唐老师非常镇定的就把我这坑给埋了。嗯，确实，这个如果白棋下这儿的话，阿尔法狗也是先一个碰啊。那是因为碰的时候白棋只能是贴回来，那这样的黑棋搬过来。那这个结果他认为黑棋是不错的。嗯，这感觉好像亏了的呀。那白棋肯定是亏了，肯定亏了，肯定不对头。所以唐老师确实非常非常厉害，这个靠很敏锐，很敏锐，就是几秒钟的事情。那这个你靠我还，我如果想反抗呢，比如说我跟着你硬就真不行了吗？阿鹏认为这地方他会先搬一个，白棋挡，然后冲断，然后贴墙。不行，这个贴很强硬。嗯，这贴你难道不怕我把你打了吗？这个时候黑棋有个好棋一打，嗯，白棋局部非常难硬。哦，这局部有弹了感觉。已经弹了，就是等于黑棋这个打是先手。对，白棋好像就两个已经跑不掉了。对，就是这两个和这个子是不是可以爱好什么再摆摆？如果白棋要跳的话，黑棋是怎么？黑棋。次序应该怎么？先冲还是先吃？感觉像先吃吧。先吃，对，先吃。这白棋只有提，对，冲，这个白棋就掉了。把两个冲死了。嗯，这个还是大。这个白棋应该是无论如何无法接受的，因为这边是白棋先动的。对啊，白棋先动，然后黑棋不仅把搅和，还吃掉白棋两个。那这肯定是不行。那就是说，这个黑棋靠之后，白棋就很难硬了。对，所以说。当黑棋靠的时候，阿尔法狗认为局部不管怎么样，白棋只能是贴回来了。啊，虽然可能亏了，但是只能忍痛割爱。那其实就这步棋，对这步棋有问题，是有问题的啊。所以说实战它是拐的，它没有架。明白，明白。黑棋冲，白棋断，黑棋飞。嗯，吃回。白棋吃。黑棋又镇定的补了一个，这手棋也很大，看上去。二步小飞。其实我觉得这个棋，我感觉他那个挂角，我觉得还是想走这边，想走这边。我觉得这手棋像中间这一道后势出现，感觉这个那个挂。不是当务之急，我觉得，嗯，也是一种想法，嗯，这是唐老师的想法，我有可能，也有可能，我觉得，嗯，AlphaGo 他如果这个再下一盘，下一次也有可能会选择加了，有可能选择加，因为对他来说这几个点都差不多，嗯，确实，刚才那个加完之后，这个大飞连上的这个效果感觉真的是非常舒服，对，但是他那是有这个先。有这个前提在底下了，把这挂到了。当然，如果当下的话，在白那边，比如说会大飞一个，或者说怎么拆边，你那下肯定是挂不到的。对，就挂到属于是太完美了。对，其实是，嗯，都是一盘棋。差。那这个时候白棋打入，在这个形状里面，这个打入是不是一个就是我们经常可以去考虑的一个点？唐老师，这个打入应该是可以的，嗯，就好像比较眼见的，他就是给自己的下一手棋留下的两个后招，嗯，啊，
一个是这个叉二，对，另外一个是不是就是这个进角？对，啊，就是有了这个白棋这个子之后，这个进角变得比较严厉，好像黑棋就拿白棋没有什么很好的办法。这就是当初那个大跳角的这个缺陷了，就是说，嗯，大跳有缺陷。其实大飞的时候也有的时候也会用到这样的类似的手段，但是大飞的拖脚好像稍微差一点意思啊，嗯，对，但白棋有可能是用点的手法，对，但是这个位置的时候白棋这个活脚好像还挺厉害的。嗯，这棋黑的是不是可以考虑顶？现在顶，对啊，是不是可以考虑顶？就是我既要把脚护住，又不想轻易的让你拆，嗯，两边都想走到。关于这个顶，方老师你有这个看过，但是想了这个顶，看过很多呀。如果可以顶的话，白棋就淡淡的跳一个，淡的跳，真的很淡呀，啊。这顶的话，白的一般来讲就走轻盈一点，走轻盈一点，就不要去长，长就太重了，是吧？对，嗯，所以这顶的话要考虑一下，这走轻了，如果被白的走轻了的话，这棋黑的顶又未必好。好像现在下一步有这个靠断。嗯，局部还是有毛病。局部还是有毛病。这个顶有不能随便顶，要看情况。嗯，那如果不顶的话，又怕拖，就只有尖这个。就他实战选择了一个比较特殊的方向。这形状到底是怎么下的？这种形状，这个那边那个拆二感觉被白拆到，不太爽。嗯，比较薄，主要是黑棋。比较特殊的方向，这期我看看，这期是把黑的。还是他是想主动的猜一猜。猜这个感觉莫非脱先了？本身这个局部主要是被脱脚，是个什么样子？脱脚我扳你，你扳我的话，然后我如果吃的话，那么如果我这走一步，我肯定就亏了。嗯，那我们可以看一下脱脚的变化。如果对，脱脚就是在黑棋这张，比如说咱们摆个加，我加一个加的时候，嗯，对吧？对，那摆一个脱脚。脱脚黑棋好像正常只有长或扳两种用法，嗯，如果长的话就比较简单。哦，这相当于点三三了。对，相当于点三三了。这个形状白棋点三三，那白棋肯定是会活得很舒服，嗯，而且无论从哪边倒，这个感觉非常舒服。咱们可以再摆两个，摆一个，站上一粘，要把它，这好大的一只一个角啊！嗯，这样白棋肯定是可以满意的，嗯，甚至白棋也有虎的可能性。对，虎完大飞啊，嗯，虎完。这样拆一路就，这白的活得非常舒服，黑的这边的这个位置就会很奇怪，全白干了，嗯，效率很低。黑的应该更强硬一点的还是扳，嗯，对吧？扳的话应该是扳吧，是白棋扳。嗯，这个边好像比较一本道吧，好像。黑的接上的话就还原成这个让白棋点角，那不是更惨吗？方向还扳错了，只能打下，对，打下去啊，这样打。接，白棋应该是只有吃吧，黑棋也吃，白棋在拐，啊，这样时空损失的感觉还不见得有那个好，其实我觉得还不见得有没翻那个，这边木树失血的挺惨重的，嗯，尤其是现在黑这个子的位置就很尴尬了。对，如果这个子比如放在这儿，是不是如果能移动的话，移动的话看上去可能看上去还行，如果 也还能下，嗯，这个位置实在是有点受规则所限。如果在局部黑的不好走的话，我觉得黑的有可能脱先走那边，如果说是这个棋经过计算，如果就不好走，嗯，就是我们也可以，然后反向思维，这边硬不好的地方不好动，我就下别地，那地方如果先手掏的话，感觉先手走一个掏木的话，感觉也是很大的一手棋，啊，方向感很强，实战挂墙确实，但挂这个确实还没有想到，本来觉得如果要掏的话，就像这种掏法是怎么样，啊，这个挂感觉直接硬来，感觉是有点虚啊，感觉有点虚是吧？直接硬来，白的应该加一尖顶吧。他实战没有见底，嗯，实战跳了，哦，这么稳，非常淡定。这不跳，我当时看到的时候也是挺震惊的，嗯，就完全没有这样的感觉。如果见顶的话，黑棋应该也是长吧？这的话，嗯，然后我再尖出，这样黑棋怎么办？是不是也得跑？
这个就不得而知了，不在你的那个，不在我的字典里边，因为他认为是要爬一个啊，你的字典里面是尖顶和爬，对，啊，就是他觉得这些不好攻是吗？就是说，嗯，可能跟这边也有关系，他应该这边后面还有一些后招，他觉得不太好攻这块白的，如果被黑的弄出来也不是特别厚，对，比如说就是说这样的话，他的飞出来，将来这个这边跑出来的这个还是残留着一些，嗯，对，味道。所以他觉得不好攻，他就要爬一个收控。收控。那是不是我们能这样理解？如果跳的话，黑棋要跑这个子，可能跳也正常。嗯，也正常。或者相对正常嘛。嗯。那他可能会不会觉得，就是这个尖顶和长的交换和这个跳的对比，就一人往回缩了一点，这样的话脚更厚了。但这的话，黑棋，步子快一点。步子快一点，但是，嗯，但那个这个是一步就搞定了吧，脚步问题，嗯，这个可能还没有搞定，但这个快也没有完全联络。那如果是像这样的话，白的就肯定就不爬，是吧？对，应该省一个爬。嗯，不爬，那他就会觉得有一个更大的地方，肯定他就是觉得，嗯，所以也就解释为什么实战黑棋没有直接跳出来。黑棋没有跳，黑棋觉得挂着一下，反正，那黑棋当做自己便宜了，看一下，嗯。在 AlphaGo 自战里边，这种棋经常见到，嗯，经常在一个地方走一步，然后又换地方了，啊，经常来回换这个战场。对，这也是我们看他的棋觉得，哦，好晕啊，就是，嗯，就是他的目的性，我们始终是摸不透。对 ，AlphaGo 的每步棋都是以全局为着点的，嗯，他肯定是在寻找全局的一些头绪，通过各个地方头绪，嗯，将这些散乱的子组织起来。这是一个高超的能力。撒豆成兵，就是传说中的就是这样。实战这时候过完之后，黑棋下步棋是感觉挺漂亮的一手棋。嗯，在这个局面下，这连扳了。啊，继续要追求局部的味道。其实你说全局的时候，但是我就在想这个连扳到底有没有可能性了。哇！但是这个棋，我当时在想，但是我在看，如果连扳白的吃这个的话，当时我在想黑的下步黑的是要吃这个吧。如果是白棋吃的话，黑棋会粘上，黑的会粘上。那如果是粘上的话，这棋便宜吗？我搞不太懂。这地方局部其实挺复杂的，嗯，就说，白棋现在有几种，也有几种下法吧。我就觉得白的就尝这个的话，这局部，当时我想这个连扳，但是我也没搞懂黑的有什么便宜的地方。白棋飞，我直接硬来。确实我的想法里面，没有这样的棋，我觉得这棋好像白的挺厚的，这边一黑的就挂了一个这个，又不是说长起来的这种两个子比较厚，这他也不是为了完全跑，因为白棋靠不是死吗？嗯，黑棋再飞过来，可能用这边的味道，那边的战斗会有帮助。嗯，这个确实，虽然说我当然感觉上是不是有可能会搬一靠中间的位置，但是我觉得直接吃的话，好像这硬来也不太好。但是我想的是，吃是不是他会考虑吃这种？也许他是不是有这种考虑？但是我这个便宜不便宜，我好像觉得也没什么便宜。也是有棋走的也不见得，这游戏好像没什么便宜。对，但这个我是觉得这战斗好像不太有利，但是他这个确实这种思路我还是没有想过，感觉。就跑，本来跳的话，好像白的也不会弄出来。你这个几下子，然后再为了飞这个，但他是不是觉得这几下并不很亏？他大概可能目数上亏损了七八目，但是这个吃太爽了，有一打，这一打会不会觉得有点难受？嗯，哦，这一打好像白只有踢，只有踢。嗯，那将来黑棋还有从这边贴的这个，嗯，贴一贴，然后这种棋以后长一个的话，这好像这边都封住了。对，它好像就是说有一些你眼前看不到的价值。对，它可能眼前你好像就还送死，总觉得亏的。对，但它之后隐藏的价值，可能还是需要我们去品一品，去找一找这后面的东西。嗯，它可能就是它对味道的这种认识，确实是有时候比较到位的。对，这就想到跟。柯洁那个第一盘棋，那个段，那个明显后手的一段，对，就是下下很有味道的棋，就是第一感可能觉得像是用处不太大，有可能还是挺损的啊，浪费手棋啊什么的，但是它慢慢的会发挥它的作用。对，这就是证明了实战为什么在黑棋扳的时候，白棋没有打是这个，而是很淡定的双叫是这个。然后黑棋一粘，白棋等于给抓掉了。嗯，
白棋也是强调味道，对，两人对味道的这个理解师出一门，觉得这样厚。如果是双吃的话，这题肯定是必然的，我觉得，嗯，对，双吃完题是必然。现在确实够厚了，这也是绝对是够厚的棋形。那我觉得对黑棋来说也很，就是至少已经能不能做到更好了，这个能够先手白了这两个字，看上去还是挺愉快的吧，心情上来，就双方还是达成共识在这个地方。嗯，这个真的，这个双翘吃。就是至少我在下棋当中的时候，我哪怕觉得这个打了长或者是打了贴啊这样的棋，有可能是被反而被对方便宜，但是从心性上来说也总不能忍受，很难下出这个忍耐的招法。好，实战，这个时候平完之后，黑棋小飞加点回到这边，这可能也就是正是当时咱们说的，他可能觉得走这的话被活脚啊。就是像刚才这边那样活脚，对，可能是这个子位置不好，他觉得现在放在这儿就能漂亮一点吗？那我们还可以看一下吧，好吧，就是象征后面的那个形状。嗯，刚才这个应该也是差不多双方必然的，应该必然的。就算长一个，就算长一个吧。那这样这两个字好像很有作用了，哦，这样看起来黑这个地方，这个形式还，这两个字确实用处不一样，这个也比这个好啊，这肯定。对，这样是不是黑棋他觉得应该还挺满意的？哎，对，我想也是原因所在吧，他加这个还没有选择这个加的原因吧。嗯，判断判断。其实我们光说了半天，其实也没有给大家判断过形势，刚刚点过一次目。嗯，白棋的目数还是我们等唐老师点点。白棋应该是五十多目，黑的肯定有六十多呀，这棋黑的六十多。那白棋五十多，但是没有这边没这个地方边没有算，大概是五十目强吧。这样觉得怎么样？嗯，这样的话感觉其实也有点说不清，现在有两个特别大，一个是这边，但是你走这个，这被这个爬下来，这个太大了，这个爬完黑棋这个拐，拐还是跳都行啊。它拐厚一点，拐厚一点，拐这个，对，这个这有想象局的，嗯，感觉如果这边是被射成这个样子的话，这黑中间再围一围，这感觉，黑是不是就我觉得就把这个子弃掉也能考虑？这棋感觉白的肯定是不太愿意像这样子，我觉得，不太满意，这个，嗯，不太满意，白的不满意，就是实战白棋没有选择这个，嗯，就直接活脚的变化。不活脚还能下什么？实战白棋这棋也比较有意思。靠！靠！黑棋外扳。嗯嗯，看白后面是怎么弄这棋。靠，首先黑棋应该就只有上下两扳两种应法。对，下扳感觉被便宜，下扳他要跟着你扳吧。扳进去啊，嗯，黑的只有打吃。然后粘上，白棋是不是可以利用这个角？对，白棋会挡住角。黑的黑棋搬，白棋挡住，黑棋会先搬，白棋会先搬一个这个，然后，很朴实的把这一拐，啊，就收气了，也不跟你考虑，就不搞一些什么奇怪的东西了，把它粘上。黑的折点，他会利用这个高位打飞一个。我觉得这个图的话应该是白家觉得不错，因为他搬一下这个其实不搬感觉好像也可以，不搬也可以是吧。嗯，他是觉得这样的话就先手很多，然后这一大飞白棋已经活了嘛。我觉得他这个搬就是为了减去变化，我觉得他这个时间觉得简直不错，我觉得他应该是觉得不错他会搬这个，我感觉直接单就是他意思是单拐，就是，单拐也可以。现在我们可以看到白棋就这两个都是先手，对，如果他需要这个先手还可以先铺一下，能拿到三个先手，这三个都是先手，那这块棋大飞到这儿已经是一个很安定的一个形状了。嗯，小上黑棋本身目数也不是很多，对，该被收气了。这个搬
底下一般来讲不太愿意，就是、黑的班底下白棋是满意的。对，那好，这个第一个问题回答完了，那就解释到这个靠手黑棋为什么只能是上班。下棋白棋下法非常有意思，靠了一个，现在靠。这个先上靠再下拖，对，这个，嗯，原因何在？这个想法，这个思路很有意趣儿，很有趣儿是吧？很有趣儿，嗯，这个思路的话，他如果说你还要走这个，嗯，那感觉这期就有点松计了是吧？就中了咱今天计，对，这有点松啊。等于本来断被蒸死了，现在蒸死。本来白棋拖黑的，白白断黑的是这样，蒸死白白打死。对，等于相当于这个时候本来蒸子呢打错地方了，打到底下去了，这被刮下去了。蒸子没学好，对，下场就是这样。嗯，这感觉是中计了吧？这期，嗯，这样应该是黑的，这在立下，白棋就算打个拐是吧？啊，打个拐这个，这个似乎好像，这个不管走哪个，就提掉就可以了。嗯，这个似乎这黑的不太行，吃了这边被提成这样，这白的挺厚的。嗯，这是一个黑棋的失败图，这黑全都薄了，这个中间三子价值都变小了。嗯、对，这也不行，所以说他看起来。那就得吃这个，是吃腥味吧？就这个搬不能搬的话，那好像就只能吃这个，只能吃这个。吃腥味的话，白的只有搬这个呀。对，这要像是点三三那个形状了，就是挖了一下啊，多挖了一下。嗯、这挖亏吗？本身在如果拐这个的话，肯定就亏了。哦，对对。拐这个肯定是亏，那如果走这个的话，这好像还不怎么亏这棋。小飞，这棋你总不能提吧？正常来讲，你如果是靠这个，就等于我就去冲这一下，我就不亏了。对对对，他是这个意思。那如果拐这个的话，这个挖是亏了。那这个结果来说的话，整体感觉这本来整体黑的这不是东西，这亏的比较小，是就算的话，黑棋亏的更多了。黑棋这亏的其实也不小，但是黑的好像亏的更多。就是从整体的配合来说，黑棋损失更大。对，那自己那么多子的地方被白棋这个活得一个这么舒服的形状。这样，那也就是这个上靠一个，然后三三再靠一个下法，很有趣了。这棋确实是一不妙手，确实现在妙手是吧？但他觉得可能很正常，对他来说是很正常的。这个未来在比赛中也许能用到，上面靠一个，底下再靠一个。嗯，就是可能白棋当他判断就是活在这边比较大的时候，对，是不是能这样理解？没有吧，他只是觉得那样活他不满意啊。啊，就是说想活得更好的时候。嗯，那样活其实是个，这甚至都不算是一个全局性手法，就局部来说，只是局部手段，比较管用的手劲了。嗯，但是这个反正用的话，需要场合。就是大家也不要小看这个挖一下的损失，挖一下其实损的还是挺多的。嗯，所以说实战为了体现这个损失，所以黑棋也是没有选择搬这个。嗯，所以黑棋选的是跳。黑棋跳。就是尽量将这个袜的损失放大。嗯嗯，对，这好像损的更多了。对，它比那个拐要好嘛。嗯，所以是让白棋退回来。白棋退，黑的肯定会加。好，白棋小飞一个。啊，这样获得了安定。就是双方总是在不经意间就达成了共识，双方觉得也还都差不多。明白，明白。这样的话呢，如果我突然想到一个比方，如果黑的将来吃白的这边做火尖顶，差不多嗯，那我觉得有点像怎么下出来，像是黑棋白棋逼的时候黑棋尖了一个，哦，然后白棋叉了，白棋叉，那白棋脚上脱掉，嗯，白棋脱掉，就是先手脱退上，哦，脱退的，嗯，诶，那白棋岂不是，然后等于是被靠回去了，被靠回去了，那被靠回去肯定是有点亏，但是就至少白棋还是一个活得比较安定的一个状态。嗯，嗯，这个脚上好像这个从目数来说也差不多，就黑的当然是更厚了一些。对，但是如果考虑到这边本来就是黑棋的空的话，对，差的也不是很多。是这样的。嗯，对，就说白棋在这个场合之下，在黑棋那么多子力的范围情况之下，能够把棋处理成这样，对，还可以。嗯，对，这样应该算是还满意了，对，算是满意了。但黑的现在肯定不会吃，黑的不会吃，对，黑的不会吃，黑的保，这是
棋好一些。吃不是很大吧？是不是很大？嗯、对对。所以他也保留这边可能靠下去的变化。他差不多对这边就更厚一些。嗯，那就是这个局部应该也是两分吗？对，对于他来说，到现在基本都是差不多的局面，一直是很焦灼，两人咬得非常紧，这个形势。因为我们在之前看到的五十盘棋里面，就是出现了太多盘的这个半目胜负。对，有很多，有很多半目胜负，是不是？就是当然可能他最后没有数子，对啊，对，他是一般是不会数棋的，他不会数棋的，对，他知道只要是输了，嗯，就结束了。但是就是我们会看，就是下次到底，哎，输多少呀？一点，哎，输半目，哎，另外一盘输多少？又是输半目，这真的觉得不愧是两大绝顶高手，而且看下去都是半目胜负，就是甚至包括这盘你能后来能看到、嗯、很多局面下。甚出现那种大型转换大砍大杀、嗯、之所以引起这些大砍大杀的主因、嗯、也是因为如果正常下可能会输半目、嗯、它才会导致一个大砍大杀，它不会说像我们经常拼命是因为如果不拼命的话就会明显不够输很多，对 他对他来说有可能半目就是他明显不够，他已经看到自己要朝着半目会输了，好吧，就现在还是现在还是一个比较现在比较焦灼，现在他还算不出半目来、嗯、现在还太复杂，他以为也是很细的一盘棋，但是很焦灼，如果以后他水平次更高的话，这棋有可能现在就可能半目胜负，有一天是能达到好，继续，然后呢可以起实战拐了一个啊、哦，对，我摆错了，我摆错了，跳了一个。我也想问这个拐，好像不太能理解。我觉得这个不是很难，摆错了，就跳了一个。跳了，然后我正准备理解一下这个拐为什么跳了一个。他其实是先交换了一下，对，然后下一轮拐。这个还好理解，比较好理解。我刚想，好像哪缺个字儿。这个拐，这拐是不是就是很想追求这一下？对，这一线好像还是很相当舒服，舒服，而且就是挺现实的吧。如果你白的走其他的，很有可能就会被打回去吧。就没有特别急的话，这时候打的特别大，我就直接给你打上去。嗯，我白的虎一个是不是也可以？就是现在虎，就当虎的话，就不知道对那边的死后保可能会影响。虎完不走，然后将来就这样被打一下。嗯、对，这棋不知道这样是什么。就是看你愿意这样被打一下，还是愿意被这样打一下。嗯，这个棋还是一个很复杂的这种东西，要判断一下，这确实。嗯，当时我看的时候，我问了樊老师一个问题，就是说我感觉呢，当然这个拐很大，尤其是下手还有这个吃，但是从这边的感觉来说，会不会这个跳也是很大的一手？因为这边毕竟，白棋这个后成铁了。对，要我来说，我也觉得这个跳可能没有什么目数、这边更直观一些，觉得。我觉得没有吧。我觉得这边的话，黑的有点薄啊，这个拐一个正好补。把这边补住。你如果走这，我从这边过来，你这边感觉没有空、啊。也走不出东西。对。嗯、就感觉有点后上加厚的这手棋。听上去也很有道理。是他、我想阿尔法狗之所以没有跳这边拐这边，也是因为这边他觉得黑棋不是很厚、比较薄、如果黑棋跳的话，把阿尔法狗下这里下这个位置也是比较有趣的一手，好像是让黑棋很难受这不是、这边感觉悬念很多，这确实不知道到底选哪个这个飞一点好像黑棋已经怎么都连不上了、就很薄了、白的下手从这边跳过来，这边好像有空这种戏，就是有空，这话比较实在。这一白棋有可能通过让黑棋逃跑，白棋从这边进去，黑这个子没什么价值，这边可能反而无法成空就。哎，那实战拐的话不能点这个吗？实战的话，黑白棋就可能没有追究这个拐，是不是也跟这个打有关？你反正不管怎么，我先打一枪这个，先打一枪，我就忍一忍确实比那个好，但是这个点是不是也是一步还不错的棋，我也不知道。嗯。实战他没有选择点，他是选择你走这边我走那边，一人走一边了就。哦，这样。就是黑棋拐白棋就搬了，然后白棋搬，然后黑棋搬白棋就长。嗯。那黑棋呢把这退回来，再次加虎，加厚自己这边的棋形。退回来就是确保这个地方呢彻底没有问题了。让白棋出不来。然后白棋简单的拐一个。白棋长。白棋又压了一个。
这个拐这些变化可能是不是也间接的能够防住这个打吃呢？是不像之前那么严厉了。但是打吃，打吃我脱先了嘛？现在脱先吗？脱先了。不打吃我就走这边嘛，哦、比如就有可能会从这边过吧。嗯，对。所以，但是、嗯、所以这个时候白棋直接飞过来的嘛。嗯。他往这个搬这个拐，就说可能是相对连贯的，就是让你这个地方围不大。嗯。包括后来黑棋的这个冲。白棋的退，白棋点，白棋拐回来，白棋吃，白棋倒。我总觉得在他的这个变化图里边，打吃粘上，他可能是无法忍受的。啊，就是不能被你这下打回去的。嗯，然后黑棋跳这个，黑子为什么劫都不提呢？有可能会担心点光吗？好像之前是先交换了一个这个，嗯，先交换了一个这个白棋，先交换了。在这步点之前，应该是怕脱先，我觉得他应该是怕白的脱先，走外头。白的有可能会点吗？直接点吧，点我就提嘛。点你提，那白棋这个地方有没有冲击黑棋的手段？感觉他应该是担心这个，这好像也不是特别大，这边没什么棋，你走之后我就提，好像你也跑不出去。嗯，这边我觉得走一走，黑棋好薄啊！这个黑的应该不行，这黑的应该、这黑太危险。这边没有棋，这边没有棋，他不行。现在提不到那，那好像黑棋这个端也最终也没有围到什么。没有。黑的，但是黑的就是把棋走后了。对，嗯，他毕竟这还退了一步，这个下士也有。然后应该在这边围控吧？这是现在最大的，就在这儿吧。对，白棋是点这个。黑棋尖顶，白棋长，黑棋很冷静的把它粘上。这个不粘有什么棋？不粘，首先不粘走什么？我比如说我就搬起来呢。先搬他一下吧。嗯，先搬他一下。他应该他退吧？比如说我退，我、嗯、他应该是要退，这是什么？这棋和单粘那个相比的话是有什么区别？这样的话就是黑在下面官子有、就是、下面官子会像我现在就跳你一个，比如说就跳一个、嗯、不用点他直接跳，点他有什么点的话，点个会更好一点，差不多从 差不多感官上感觉点一个漂亮一点，点一个漂亮一点，对，现在长相英俊。嗯，点的话黑的可能就团。团我是不是先压你一下？对，也再压一下。这上面。压上黑的只有接上。那白的可以再跳。嗯。这个黑桥底下被好像很不舒服，就只要搬个长。搬个长可能价值有限。价值有限。还不如占一个后手。下面的目数被白棋错到，对对对，这还被贴上一下，也不太舒服。嗯。所以说这期实战黑棋还是老老实实占上了，对，心平气和。但这个如果是人下的话，肯定总想反击，就觉得这两下这个太那个心态太好了，尤其是在这么细的局面下，嗯，心里面你不慌吗？难道白棋跳？嗯，就感觉如果跳，就像这些黑的拐一个，这价值也很大呀，这样棋就是很难判断了，这哪个大？嗯、这个拐也很大，实战反正他也是拐，他是先提了一下。就是黑的，就是说这个粘的和搬这个相比的话，就判断这两个哪个大嘛。嗯。然后白棋管，黑棋管，白棋管一下，棋挡住。他阿尔法狗这棋一直都这么冷，你像人如果前面下了这么复杂，感觉这会儿人就已经有点晕了，就数目也数不清，数目数不清的话，就管他呢，干脆就反击一把算了。这就有点那种心理上的那种拼，谁敢先拼第一下，然后看对方敢不敢接。对。但是他好像就他就永远都是这样，就是他和一开始的时候那个比较淡定，这个满的状态是一样的，就是说人状态会下降的。对，他不没有疲劳的时候。对，从这时候开始，白棋可能觉得形势相对不错了，就这时候白棋跳了一个。你不是说一直差不多吗？就差不多，现在也是差不多，也是差不多，但是白棋可能慢慢开始转向，觉得比较乐观的状态，转向半目胜的这个对这个趋势了。因为一冲击黑棋这一块的时候，黑棋选择了开始防守了。
因为让这个汤老师点点目，判断一些形势。这个点目是个很头疼的事儿，确实点目这个特别头疼。我是最害怕点目。后来比赛，只要对方要求数齐，一般我就挂了，肯定点错目了。其实现在主要还有一些地方没有定型，比如黑衣这个地方到底有没有目数，对，有多少目，这个地方是个什么状况，下面的目数，嗯，还有白棋这个是什么状况，这两块加起来就60多嘛，然后再加上这一点嘛，黑的不知道是不是70，看看能怎么样，70左右，嗯，姑且算它70左右。这地方的话，如果黑的是要走跳的，是跳这儿嘛，嗯，那么至少我白的去尖到这儿，我这一线的子儿我是得有的，对吧？对，这一线的子是有的，到这12目、14、16、18、22、24，这点还有可能有点，24、34、33、36、37、38、39、40、41，至少这点其实有的，而且这地方应该还是有多一点，41，嗯，你上面那地方算5目，46，嗯。那地方的话算11目起，56、57，嗯，57这地方我还有一点，白的有六十多，60多，嗯，黑的这边是60多一点，黑的是现在是这个空不知道能存多少，而且这地方白的应该是比那个要多一点，不知道多多少。这黑棋还没有下呢，对，毕竟这棋还是反正是这棋是有点复杂，这棋还是首先很接近，嗯，很接近，但是看起来就是说黑的好像。没什么太多掌控的地方，黑的唯一就是这地方不知道围多少，但是黑的掌控的地方好像挺有限的，嗯，感觉上是白的似乎还好一点，有可能白的好一点，嗯，对对，因为这个地方它是算的很少啊，白棋等于这三目都没有数嘛，嗯，然后这个地方只数了2目嘛，数的确实少，对，如果是这个地方白棋先动的话，不管是挡啊还是走在这边啊，嗯，这白棋这块棋应该目数都会，嗯，对，这肯定不止数的那些，对，就是觉得白棋还不错，对，也就是可能从这个时候开始，黑棋开始拼的比较凶一些，黑棋，嗯，黑棋尖，嗯，白棋挤，白棋下法都是比较淡定，嗯，并着，黑棋飞，啊，黑棋是因为黑棋是无法接受从这条缝里联络。因为这个从这边贴的话，就是虽然能跟这边连上，但是把自己的木全都送掉，对，而且还是有点薄，是吧？嗯，所以他希望能够这边和这边分而治之。他是觉得这个木数还是比较乐观，比较大，这个这是很大，这下手这个爬相当大的价值，带着木回去，嗯，有道理。这个时候呢，白棋见底。也是有目的，嗯，那他就等于应该收官嘛，就是收官，对，收官了，嗯，正常，就是一边收官一边好像隐隐的就是有点威胁黑棋，对，然后你跟着我硬的话呢，我这个目数得利，你不跟着我硬，我有可能要找你麻烦，对，然后黑棋呢飞不飞这个，嗯，也是做这中间的一个加固吧，嗯，白棋冲，然后黑棋是挡，白棋冲，黑棋挡，嗯，这时候白棋这个护住，啊，这步棋巨大，嗯，相当大。那我想问个问题。黑棋如果这个不挡，我飞了一下，就是假装，因为这下交换应该假装还是对自己中间有帮助，有些帮助是吧？我说现在把这个爬回来，行不行？我要钱不要命。汤老师感觉到坑了，他说：“哎，这好像有一个坑。”其实我也在考虑这个问题，如果就要钱不要命的话。这个白的是有什么好处吗？我正在考虑这个问题呢，是吧？嗯，如果要这么下，这个壳有点晕。现在黑的肯定是很薄，但是白棋有没有强力的冲击的手段？对，这棋强力冲击怎么冲击？强力冲击的话，那就得搬进去冲击了，那就得搬进去。
有点复杂，这确实比较复杂，这个确实复杂。上这个坑埋的比较深，你看，是唐老师来试两步，还是方老师直接给答案？也不能算答案。这期有标准答案吗？这期应该没有，也不是，就是他要是他下的话，他会下这部棋，而这部棋感官性就是说观赏性很强。他不会下这个吧？哦，没有，那倒没有。这是一部，它是一部比较角力的棋。哦，一下去感觉哎，好像就是他吧，就是他。哦，那就是那如果不是从这边，那就看这边了，那就是得看这头是什么东西。比如说这种棋，棋形就找到这明显就是顶尖高手对棋的这理解，一靠就是，他想下这一靠。本来想直接如果能搞这边的话，也可以考虑。嗯，这个形状好像也行，如果你走这，我就给你断了。对对对，他就这么下。你如果走这个的话，这棋好像那更紧了，就感觉就白了之后还跳一跳就可以了。这真的出事了，这棋。这黑棋太危险了，嗯，到处都有毛病。确实。靠黑的，他认为黑棋要靠这个时候黑棋可能只能是翻这个了，那我就断了，白棋断，然后黑棋是只能让白棋抓一个，那这个棋好像黑的就不太满意了，这个场，确实这个黑棋损失就比较惨重了，局部，这而且气很紧啊，这将来提你粘上，这张还要被收刮一下，还要被收刮，这黑的应该他是不是不满意啊？对，所以说他就没敢拼这下，还是倒回来了，嗯。就是白棋这个靠还是很犀利的一手。局部的话，从棋形上来说，确实这靠感觉很直观。嗯。对，黑棋冲，挡住。嗯。下棋这边算是补好了。护住这个。护住。嗯。然后紧接着黑棋依然觉得形势比较紧张。所以他选择了拼命。哦，那听樊老师的意思就是说，这步其实是拼命的话，那不拼命就是正常下吧，应该是这边补棋。对，如果不拼命的话，他当时可能认为比较正常是补这个，但是觉得形势比较危险啊，黑棋白棋会吃一个，就要粘上。对，然后冲，就吃，直接挖，对，一个。局部的定型，黑棋会打吃这个，打吃，白棋吃，然后这是一个倒退，一个倒扑粘回来的局情况。嗯，黑的应该是做一个做活，对，做活，白棋等先冲一下，把这个关子先收了。黑棋应在哪？他是为这兵，好基本功。然后白棋挡下来。他觉得这个局面下去的话，依然很细，但是黑棋白棋是。赢的几率非常大，赢嘛就是奔着半亩去了。嗯，半亩到一亩半，哎，差不多这个数字，这个数字是吧？数字离得不远。因为超过一亩半的话，那可能就不是小胜负了。对，这不是小胜负对他来说。啊，这个地方呢是这样定型的。黑棋当然是两边都走好了，但是白棋抢到了这个先手。对，他觉得这边还是非常的大，这抢之后，这个再跳的话，他就冲乱了。嗯，目视就不一样了。白棋把这两个，哎，他把这两个也先手把这个保持进去了，就这个跳还是有很大收获的。他毕竟还尖到这一下了嘛。嗯，对，这个尖也是很有价值。对，这一系列战斗他是相对是非常有收获。嗯，如果刚才算是比较细的话，那这一堆有收获的下完，再把这个挡回来，就是这样的话，其实如果我觉得，两个人类棋手去收官的话，可能有可能还是五五开，或者是5.5-4.5。这是应该还是白的好，好白的好一点。嗯，数控上觉得白的好，还是白的好是吧？嗯，但是我觉得白的好，我数控我觉得白的也有可能奔着两亩半去，但是他既然说也有这个，我这具体是奔两亩半还是半亩，这我就不得而知了。嗯，我觉得白的好的不止不止那么多，不止那么多，我觉得是吧？嗯，我觉得白的好的是还是挺明显的，还是比较明显的。我自己点了点目，我也觉得白棋好。怎么我虽然我的水平就差很多了，嗯，但是我也觉得确实白棋比较好，我也觉得是。嗯，所以我觉得我也能理解他后来为什么想拼。对，他是要拼一下，感觉确实。这个挡完这边，相当大，因为唐老师只点了41目是吧？41目是把这个也点了吗？嗯，刚点多少目啥？我就记得你说一个41。
39，如果那么点是39。哎，所以你刚才是这么点的，12、14、16、18、20、23、31、32、33、35，35加6，所以，嗯，现在挡到这个的话，我们就算黑棋跳，嗯，这个地方算黑走了。这个木是比刚才多多了，这个还不见得能打回去。这个不见得打回去，就算打回去的话，打回去的话，这个吃也不一定吃得出来吧？不吃不出来，应该吃得出来呀、啊。吃得出来，直接强推，强推，但吃得出来，就吃不掉白棋嘛。啊，对，吃不掉白棋，吃出来就不便宜吧？应该是。嗯，我们现在看白这块棋多少目？3、7、17、20、7、28、30、31。算到这已经43了，嗯，就是49了，算到这已经49了。如果黑的没有，这边有近50了。对，就这手棋可能你收个有10目棋，就是跟刚才啊他是数目，你收个10目棋。而这个刚才比这个白棋已经虎到了，嗯、这还尖到了，这个目数确实。黑的就是这边确实撑了点目数，对，但是好像还是不够。总体来说还是白棋黑棋比较紧张这个目数。嗯，这就是为师解释了为什么黑棋决定从这里开始进入一个拼命的环节，拼得很凶啊！他感觉那地方就算白的走的话，感觉本身目数也很大，这个拼命好像效果应该不会很大，是吧？对，这个他一般他拼命一般都是成功的几率不大。但是他跟他们自己下，他要跟你下，跟我们下的话，跟我下这个六的这个，这个就挂了。也是很有可能，就是只要跟我们下不成这个后半盘，还能、啊、跟你们还不太一样，跟我下是怎么下我都挂的。这个当时我觉得你前五十手天下第一这个名号、啊、绝对不敢说，绝对不敢说。对，不是开玩笑说以后办个比赛嘛，前五十手就是给你办的，就给你办的，有没有阿尔法跟庞大形式毫无意义啊，这个前五十手。你是争一下前五有天下第一的名号，不能嘴挨嘴啊！你嘴只要挨嘴就死，受得了吗？这个一点，你就打吃那个嘛。然后没有，他点完之后他也没有立刻吃，嗯，他点完之后呢，选的是搬，嗯，就是等于白棋呢，随时这个吃个吃是先手，对，你吃个吃黑的就要去补活，对，但是他呢不先做这个交换，对，保留，这样黑棋局部就很薄了，黑棋。如果黑棋断的话，就是搬嘛，你总是想把它断了。啊、断的话，他就打吃一个简单的一打一战。啊，这样我们看得懂了。这边就是夹死了，或者贴出去也可以。这边还有打吃吗？如果拐的话，白的就一打吃一吃，黑棋可能就很难对，很难应对了。这好像就完了，就死。走这边白棋先动，应该怎么都死了吧？黑棋。嗯。所以说实战，黑棋也是无奈的把这个粘上了。让白棋往前一跳，连中间的木帅被细节一空，这还切了断，而且好像就是不仅木帅没有了，还是很薄呀、啊。黑棋、嗯，这个下面黑棋主要就冲不动，哦，冲白棋是可以顶的嘛，还吃不到这个子。对，这个子，嗯，顶完一般黑的是形状是不对的。当时能感觉到跳完之后黑棋明显感觉到形势比较危险，所以他又选择了又拼了一步，不给面子了。其实好像就是说，如果黑的就是这边补棋的话，不管补在哪儿，这将来白棋冲回来的话，就是还好黑的这个跳所得是吧，嗯，目数也不是那么的大，或者是尖，或者是尖，对，就等于这个跳和那边的那个比嘛。小黑的现在这个补还不知道补在哪，不是很好补。对，这个刺一下局部七星黑棋实在是很难受。嗯，那么黑棋实战是拼到这里，嗯，棋局很快就急转直下了。急转直下，对，白棋飞点。这确实就感觉已经输定了，那边还拖一声都不走，拼命，这是点拼命，然后尖，嗯，白棋挤。黑棋是粘上，这是白棋动刀了。
断上去了。啊，什么时候下出这个断？我觉得对阿老师来说就是哦，他应该是第一件事先冲了一下，先冲一下，先冲了一下。下出这个段就真的是不装了啊，不装了，不装了。好像现在黑棋挣两块棋，是不是都有一些问题？汤老师，这块棋局部，局部是什么？要想活得借用脚上的味道吧，应该。如果不算脚上味道，就是。但脚上是不是只有？不算脚上的话，就顶一个是吧？就行，嗯。不算脚上，就是什么都没有。那你拖死了。啊、哦、不，应该是先，不对，我想接顶，但是我就说顶好像不用行，接这个是什么？接这个。嗯。我打。我再顶这下。再顶。这个棋是，我，啊、哦、双红是吧？哎。打劫，不是你走这个，我走这个，团这个啊、嗯，你搬那个我走双火，双火。这棋白的有没有可能顶这个？顶的话，顶这个，顶黑的如果接的话，白棋在就挡住，在挡住。好像没火啊，关键是这棋。实战黑棋就选择简单的，没有活就行。他顶了一，实战就顶住。他觉得因为那边也搞不清怎么办了。嗯嗯，就是说他现在拖局部是死的，但是拖的话，就是说他是不是这个是先手对吧？猴是先手，猴是先手。然后就是要出白棋脚上的棋。对，脚上有这个有眼杀虾是吧？没味道。脚上好像是有点棋。有什么棋？嗯，好像黑的可以。就是加完，如果这个挡白的要杀的话，好像这个靠是不是有点气？如果靠这气，白棋的气很紧。嗯，白棋的气确实是稍微紧了一点。嗯，这好像有点气，就白的不能进火。对，如果白的接黑的一进这个杀气，白棋有可能会自己出问题。嗯，所以说黑棋局部应该是不死的。嗯，就是。但是白棋顶的时候呢，黑棋顶的时候，白棋先断了一个。其实黑棋好，不是这一块棋的问题，外面也没活，然后、嗯、吃黑棋提，白棋冲的时候，黑棋可能已经有点乱了，先加了一下，加了一下，然后粘上，粘上，白棋尖了一个，尖一个是。什么意图吗？没什么意图，杀棋啊，杀棋是吧？嗯，这一间，我是感觉这时候黑棋已经是不太行了。对，他自己好像已经觉得自己不太行了。啊、嗯，他尖这个，白棋，哦这个。哦，我明白了，就是说白棋现在首先他有两块吃一块就可以，对吧？他不是说非要两块都吃，或者一定要吃某一块。那这样的话呢，他。是不是确保了这个脚是安全的？如果说白棋要挡的话，黑白棋补一个白脚总是安全的吧？对，就是比如说白棋现在，脚上走一个吧，对，或者双一个吧，这样的话，这些挡是挡死了，因为它那个地方有个力。现在这个地方一挡，黑棋是局部死的啊，因为现在团的时候白的能拐上一下啊，等于这个双是先手，你这边做活，然后白棋这一走。如果这个黑棋跑不出去的话，就这条龙就死了，就进去了。那白棋现在对阿老师来说就这个任务非常简单了。对，所以他就很朴实的这儿吃，吃了一个。白棋是直接拐的还是先打吃肉？其实先次序了，应该是先拐的。先拐的，对。嗯。然后白棋把这个挡住了。他就是逼迫你。对用这个对啊，他是先靠的，这个时候靠的靠对，起架，嗯，局部都比较简明了，嗯，然后他冲这个技能，这个他是不是一开始下这种就是无谓的无谓的这种打将，因为他没有就是看不到时间所限嘛，就看不到胜利的这个希望了，啊、就就打将寻找这种东西了，吃一个，反正也是吃一步就又回头了，反正吃这个，嗯、
白棋就老老实实把它粘住。粘住。对，他就是逼迫你，对，交换这一下。黑棋是团上来，嗯，还是先？我记得有做什么吃了？嗯，吃的。先吃中间的是吧？对，我记得是现在交换了一下，然后提，然后尝，吃，是这个吧？对，然后再团回来的，好像。嗯，我他很，我记得是很朴实的一拐。嗯，啊，把这个还是接上的，还是接上的。这个补为什么不补的感觉安全一点？要是我的话，我肯定是补的。对他来说都挺安全，就是说怎么下都是安全的。对，可以去提这个。这边一半，嗯，这个感觉快要，对，基本上是进入倒计时了。他先尝了一个是吧？粘尝了，扳了一下，扳了一下，一粒。黑棋是先扳这边还是先接？先扳，先扳。棋断，是断了吗？打吃，也是这样下来，一尝一粘。这板比较快了，因为这地方就基本上快结束了，最后已经没有什么，对，胜负没有悬念了。对，然后这地方一尖，可以长，是吧？嗯，就是一贴，这个白棋安全了这块。黑子贴了一下这个地方。对，啊，一贴，之前贴的吗？什么时候之前？就是跑之前。哦，把这贴了，贴了一下，就是这个上面我们可以很清楚看，白棋这边一手就吃坏了。那黑棋分段这边的话呢，白棋这个一顶，这个还是先顶一先手，对，就非常清楚的两眼做活。嗯，最后黑棋又白了，咱们把最后一直摆到最后一步棋完事吧。贴对，然后是这个是先这个白棋吃这个，黑棋是煎这个是吧？煎了一下，对对，然后黑棋很麻木的把所有地方走干净了，然后冲，然后吃。那白棋一吃，一提，白棋一扑，这白棋一立，黑棋认输了，死得干干净净了。对，这个大家都能明白，局部把黑棋插一气，然后这条龙彻底是没有眼，就一只眼，也就死了。啊，这个杀得很过瘾，刚开始有一个巨大的转换，对，到后来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绞杀，对，这盘棋感觉和那个之前的公布的五十局相比，这盘棋好像比较容易理解。就五十盘有的棋确实是感觉就完全看不懂，都招在天上飞，但有的棋看得太懂，看得懂一点。就像这盘棋，我觉得稍微就是分析一下，还是可以看得明白一点。嗯，就是唐老师觉得这盘棋下怎么样？双方给点评一下，点评一下。嗯，点评一下的话，怎么说？这盘棋如果说，就我第一感，因为我确实之前被你们都不给我看棋谱，对吧？其实这棋第一感的话，就是说和之前的五十盘棋，我是觉得是还是有点很大不同的。这盘棋我觉得更像是人类在下，这盘棋的那个招法，就这就很精彩，那是很精彩啊。但是就是说，感觉这些。不管是这边还是这边，这都是非常精彩。但是感觉上的话，还是有点像是人在下，就是其实分析还能分析清楚，和那五十盘棋有着那个很大的不同。但是它确实，我想可能也是有些原因，就是咱们在摆的过程中，嗯，将一些 AlphaGo 的变化呈现出来了，嗯，然后再去通过这些变化来推理这每步棋，好像就觉得比之前懂得更多了。对，然后再来看它，就觉得哎，好像也没那么那些。神秘啊什么之类的，但是对，所以说感觉上他的棋其实你搞不懂，主要他可能是基于他的一种他强大的计算力吧，就包括像后面这个但这个和我们觉得是挡住之后是应该是白白的要赢，但是就是说之前的话他们那个时候差不多，就感觉这些形式判断这些确实有点晕、嗯，就感觉他阿尔法哥他的棋确实是基于一种特别强大的一个阿尔法哥他的棋，他的判断，对，嗯，对，我想如果只是单纯计算的话，那棋的变化太多了，嗯，他就说他的这个判断那个能力，就是判断的一个局面下他的走势会怎么样，这个
太强大了，太强大了。对，它计算和判断是结合在一起的。对，它不是分开的。就是、对对，有的人计算很强，但是你算完之后这个判断不清。你判断不清。有的人判断很强，但是他算不清。这个都很要命。对对，都很要命，就很要命啊！就是有时候你觉得明明自己形势不错，但是你赢不下来，你就后面这个痛苦，你就下不出来，你那个水平相当于就是。是是。那这既有判断，嗯，又有计算。这就相当厉害，很恐怖的一位棋手，而且没有弱点。是是是，就是你要想赢他，就是说你就是纯实力，你要赢他，你不像别人有风格，你可以针对他的棋想办法怎么对付他。你他的棋就是你下得过就下得过，你下不过你就是下不过，其实就这么简单。其实就像之前在峰会时候说的，咱们也没有必要就过多的去纠结于跟他比是谁更厉害。嗯，其实他就相当是一个我们的工具嘛，人类的工具。嗯，我们怎么去用它，用 AlphaGo 来帮助我们了解。嗯，更多的围棋世界的不同，是一些新的下法，一些新的思想，包括这个靠在靠三三，嗯，包括刚开始这个挺复杂的一个大的变化，嗯，包括一些这种中间的拐，这种后中间，嗯，包括一系列的东西，我觉得这个可能才是我们从 AlphaGo 身上可能得到最多的东西，我是这么理解的。那么我最后想问两位，就是各自谈一下对于这盘棋，让你们印象最深刻的一手棋。是哪一手棋？谁先聊都可以。找开始，我开始找了。我的话，我第一感我是觉得这个，我第一感是觉得这手棋。没事，你们说完我也会说。我印象最深刻的这边的话，这个战斗还挺有逻辑性的，我觉得这个战斗挺有逻辑性的。我觉得这个其实如果是人像的话，就肯定是很有才华的一手，很有才华。嗯，樊老师，嗯，我看的比较多了，所以我这有时候也就猛的一说，麻木也比较麻木。对，其实我倒是觉得，就是它的变化里边那个点，嗯，我是觉得比较漂亮的一手棋。哦，变化图你，变化图那个图那个就那个，嗯，就是说如果黑棋不拐，黑棋跳这边，嗯，我觉得那个点很漂亮。其实。就是因为我们所看到的就是仅仅是这盘棋的200多手棋，但其实它背后隐藏的内容其实是远远不止这么多的。对，其实它背后的内容其实可能是更精彩。没错，这也是我们就是给大家解读带来的一些意义所在。对，也就是希望通过这些变化图让爱好者能理解一些啊阿尔法狗自战的棋谱它是有些什么内容。嗯，不光是感觉好像在看天书似的。是是，那这盘棋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当黑棋这个连扳的时候，白棋这个打了。我就猜到你要说这个，我就不抢你的招了，我就不抢你。嗯，好吧，你也是要打这个吧？估计对我肯定，就我哪怕觉得打这个变化可能有一些不妥，但是我实在是没有。你觉得被便宜了，就是不愿意被不愿意便宜一下，这就是差距。但实际上后面你想想，如果说后面就是那样做活的话，这好像不见得便宜，也还好。嗯，不见得便宜是吧？对，就毕竟本来黑棋还是有这边逃跑的可能性嘛。嗯，白棋这个实战是吃掉，吃得很踏实。所以白棋这样还之后，中间两子价值其实也不是那么的大。嗯，对。啊，嗯，不管怎么说，今天真的感觉收获很大。嗯，谢谢刘老师，确实确实是，谢谢樊慧老师带棋谱来。我觉得内容非常精彩了，但是唐老师觉得可能有更大的期待，那么我们相信之后的棋谱也会呈现不一样的精彩。对对，那两位辛苦，我们下一期再跟大家接着聊。